首先是养我们不容易，其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他也有一些亏欠，我就想让我父亲慢慢的回来，然后看一看他去这个地方的沿路上的风景，因为他本身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到处跑，在这一路的话其实也感谢很多朋友吧，很多朋友给我接风，就是我是从河北、山东、江苏，然后过了安徽，然后再到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贵州这样过来的路线。